my shadows on the way. Walking down a yellow tremble on the way, dropping by the brown tie cafe. Taking out some coffee with that meal. Sat down a riverside, made my favorite tune. You don't know, babe. Every part of my word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hat you know every piece is. Hello, 大家。前两天刚刚经历了 Amazon 的 Prime Day， 这两天陆陆续续收到超多的包裹，结果我都忘跟大家一起拆了。我今天收到的可能是倒数第二波还是最后一波，才想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买了什么在 Prime Day。首先是这个 Nutribullet， 长得像子弹头一样的榨汁机、破壁机，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嘛，好多年了，哥，我家那个特别的便宜，好像也就20-30块钱。我就想说，趁在 Prime Day 一个很好的 deal， 做一个更新换代。颜色选择还挺多的，我买的就是和我们家比较配的白色磨砂白。这边还有附赠盖子，你可以带出门也比较方便。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卷发棒，在 Prime Day 稍微有一点点折扣的半卷头的卷发棒，其实以前我就想买过，我现在头发很短，就刚刚好可以用这种东西。这个其实是 Whole Foods 就能买到的，然后我前两天上产前课，护士推荐的，好像是可以帮助洗洗产后的那个私处。挪到这边，然后这边买了一个 Newton 这个品牌的婴儿床垫。其实我没有做很多功课，就了解到比较 popular 的就是这个 Newton 这个品牌，它据说可以是防窒息，然后它还有防水，那个里面床垫是那种类似于像钢丝球那种编织的，所以说很轻易的可以冲洗。它的价格也算是在婴儿床垫中算是，我觉得算是偏高一点点的啊。除了这个呢，还有买一个 Ring 的一个 indoor 的 security camera， 因为我们家到时候会请月嫂，然后月嫂走了之后还会有育儿嫂，我觉得也是为了更安全，为了让自己更放心，然后家里可能想要再装一点摄像头，当然这个是经过月嫂和育儿嫂同意的，他们机构也是推荐我们来装这个，就是两边大家都很放心。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因为我有给婴儿床那 crib 上买了一个海马把鼻的专门为了婴儿的监控器，那个只能看婴儿床这一个小小的 area， 如果是想整片面积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客厅这个区域的这种大面积的，我想说还是买就正常的就好，还能便宜一些。我选择就是 Ring， 因为我们家门铃是这个，每一年都有交费用，它在任何的 motion 它有提示的。买了一个黑色的 Huggies 这个的 newborn 的尿不湿，朋友说也是小红书上推荐，大家都说本地想买到比较好用的就是黑色的黑好奇。我还买了日本那个 Moody， 我到时候试一下这两个哪个更柔软更好用，宝宝更喜欢，到时候我再给大家推荐。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啊，就是前两天收到的这 Alexa 还是 Eleva， 经常非常容易见到的这个婴儿的湿巾。然后婴儿湿巾我做的功课就是好多人推荐的就是这个牌子的 Baby Wipe， 这个我买了一箱，我都给它收纳好了，我就不全拿过来。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很细致分的那擦手擦脸的一个湿巾，然后这边还有就是擦玩具的，就这三种。然后这边还买了一个干巾，如果大家不想淘宝，要本地想买就比较方便的就是这个小狮子这个牌子纯棉的干巾啊。如果大人的话也可以拿它当洗脸巾，但我觉得它要比全棉时代的性价比较低吧，在本地买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玫瑰花，这个是跟了我好多年的，就是上一个房子就有的，是我老公的姥姥栽的，然后我们给他搬到了这个家，现在还是长得这么好，他每年就是会长很多这样的花，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也不用太管它。之前这个枝不是有一点歪吗，然后我给它中间插了一个棍子，这是我们家外面唯一一个我们自己种的花，然后开得特别好。Good morning， 今天是周末，我们准备去白石溜达溜达。然后我现在是，八个月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肚子。我穿这个 medium 号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紧，但我觉得还 OK。 然后其实里面本来我想穿长的小背心，但那个白色的洗了没有烘干，我就没有别的在现在可以穿得进去的了，然后就穿了这个。 What's electric more than two lovers? Bodies that go got that boom thunder. I'ma catch you if you're through running. All invested like them blue hornets. What's electric more than two lovers? Bodies that go got that boom. What kind of outfit do you have? There's Barstool or there's Kushi. I want Kushi. Kushi? I'm good. Okay. I'm invested like them blue hornets. Oh, 第一顿就可以是生蚝和各种海鲜。第一顿啊，你答应我的。大家一起拆个箱，这个是 HR 给我寄的，是上次我逛街的时候买了一双鞋，但是它没有我的号码。当当，是 Fendi 这个牌子，像这个样子的，算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鞋型的款式，板鞋嘛。现在又是脚比较大、比较肿，就是在生之前，现在应该是最膨胀的一段时间。我现在爱马仕的拖鞋已经穿到39码，就本来我是37.5的脚，它肿的还是蛮夸张的。所以说这次买的这双鞋也是稍微大一点点。仔细看一下这双鞋子，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当时店里我记得是有白色的，就是纯白色，然后但是前面也是有一种做旧的感觉。但我觉得白色的鞋子还是比较多，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粉色，脏脏的那种雾霾粉，上面是那种软软的皮质，配边上的这种淡脏粉色的一个麂皮，鞋带是这种毛巾的材质，我买的应该是38.5，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夏天可以配一点浅色的衣服。确实有一点显脏，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粉色有点显脏的话，看大家可以考虑那个米白色，我觉得还好一点。月满期了，感觉最近就整个人都大了一圈。昨天跟我妈妈视频的时候，她就说她脸虽然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其实仔细看就鼻子呀、脸啊都是稍微有一点肿，然后最近还有就是右屁股蛋子里面有一点坐骨神经痛，走路啊、坐着、躺着都很难受，最近整个人体态就是不是很好，然后臃肿的一些，穿什么衣服都不太好看，主要还是赶上了就超级炎热的这段时间，真的不知道穿什么。今天穿这个蓝色的一个小连衣裙，是我在 UR 买的，他们家挺多裙子都挺适合孕妇的，打算和朋友去吃一家 brunch。 对了，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白鹤鱼，我把它买回家的时候它是纯纯的一个绿植，结果我真的给它养出花了，因为它英文名叫 Peace Lily 嘛，
这个就是他的莉莉。然后这周末不是 long weekend 吗，我和我老公把婴儿车都装好了，先拿出来给他散散味道。其实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婴儿车买的就是 Bugaboo 的 B6， 然后上面的提篮买的是 Nuna 这个品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到时候把这个婴儿需要的大件，就我自己买的什么品牌都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然后另外这边呢，也是就是赶上 Amazon 的折扣买了这个 Greco， 一个非常平价的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便携式的婴儿床嘛。然后主要是顶上有一个这样的篮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换尿布的地方，我觉得把它放在一楼还挺合适的。你觉得甜甜搭配是吧？对，你知道我觉得甜的，吃甜的吃多就得用甜的压一下，吃甜的没腻，对，甜的咸的也是。原则上你只要摸摸他的脚就知道抬腿了，我不太知道他脚他的脚如果会踢的话你知道。我现在这个红豆水已经煮好了，为什么我喝这个，是因为昨天我去看了中医师嘛，然后他说一切我都挺正常的，但是由于我的水肿，他比较建议我喝一点就是这个红豆煮出来的，就不是赤小豆也不是大红豆，就这种正常的红豆，就是在大统华买的，上面写天津红豆，挺多选择的，大多数都是有机红豆，但我月嫂跟我说最好别买有机，因为有机就很难煮开，然后一天喝两杯这样子，有助于帮我消肿，就腿会没那么肿，不会太不舒服。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可能还缺铁，缺铁他就让我多吃点牛肉，这样我还是比较听话的。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始喝红豆水了。Hello， 小伙伴们，今天是七夕，然后我有收到我的一个小惊喜，但不跟大家一起开箱了，因为我已经拆了。我老公昨天偷偷去买给我了一个手链，然后他给我买的这个是梵克雅宝小花六花的一个全钻的白金手链，然后带着小小的，因为我之前有五花嘛，我有一个就是全金的，还有一个跳钻的那个五花，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次买的六花就感觉戴上瞬间感觉轻了。小小的，但是我现在胳膊感觉有一点粗，有点肿胀，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淑女的效果，但是我觉得手链是好看的。这就是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样，接下来就是这两天又收到了这几个箱子，想跟大家一起再拆一下。这个小的应该是来自 Nordstrom 的一个护肤品，前两天不是刚买完那个香卡，被 HR 的九折给忽悠了，结果 Nordstrom 竟然是6.5折，但是已经买都买了。然后我这次买了一个 Blue Light Protection 那个防蓝光的那个精华，里面有玻尿酸的成分，用起来特别水润，有保湿的效果。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是什么精华？又买了一个钻石精华。哇塞，那我现在有两瓶钻石精华，这是一个 combo， 然后赠了4个这个钻石面霜，小小的，反正就觉得还挺合适的，主要是有一个6.5折的优惠，还有一个祖马龙的洗手液，是英国梨和小苍兰并经常用的，给我们家客卧补货的一个洗手液。这个是一个 welcome box， 来自 Huggies 这个品牌。我怀孕就是小孩出生之前，我只注册了一个品牌的那个就是 welcome box， 是这个 Huggies 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我买的湿巾啊，包括尿布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就想说看看都有什么啊。他赠了我一大包湿巾，然后还有这个黑好奇 newborn 的 diaper， 一共里面有16个。然后最后这个大箱子，这个是我们定制的那个 Prada 的衣服，终于到了。这个好像没什么可看的，是我老公的，他的一个衬衫，之前就是 Prada 自己私人订购的，我们一共订了2件，一个是长袖，都是男装啊，一个是长袖衬衫，一个是短袖的，这个就是很适合夏天穿的。然后他订了一个粉色的，特别有那种海岛 style， 有没有？老公，你的衣服到了，你看，
我怎么记得你订的是两边的颜色呢？然后他另外订的一件衣服是那种长袖的，比较 formal 的一个衬衫。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第二件定制的 Prada， 其实这个是前两天就有收到的，更正式一点的长袖衬衫，可以穿在西服里面，也可以当一个小外搭。这个就没有什么大的那种 logo， 然后是纯合身的，按它的领啊、肩膀啊、袖长，包括那个袖口的这个粗细定制的。我们俩当时一致认为这个小三角就是很好看，不是那种特别 slim 的身形，所以说你无论是穿在西服里面啊，或者是他平时在外面单穿，应该都还好。最后一样东西是我在就前两天逛那个 Homey Home 买了一个特别网红的 George Jensen 的花瓶，我买的是中号的，他家有小号还有大号，其实我觉得大号对我家来说稍微有点太大了，就这个镜面花瓶，看和我这个 Tom Dixon 的那个香薰，还有我在淘宝买的 Moreover 的这个花瓶，他们都可以搭配在一起。当时我在大号和中号中间纠结了一小下吧，但我觉得中号和我家 size 比较合适，就买了中号。就是这些。Good morning， 大家，今天是周六，过了七夕的第三天，我老公打算今天带我去一个七夕的 trip， 因为我们七夕不是没过嘛，因为他提前定了这周末，他刚好空好时间带我去威斯勒转一圈，他说是我生产前最后带我散散心，然后好像最近威斯勒是有一个森林的那种灯光秀，然后晚上我们去看一下。我现在是35周加3天了吧，这趟 road trip 之后应该就要安心的在家待产了。今天也是化了一点妆，然后穿了一个白裙子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条裙子是在 UR 买的，我本来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有海外官网的，然后结果我是在淘宝的那个天猫旗舰店买了几条，他们家的裙子真的很适合孕期穿。哎，这条裙子包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蓝色，我一共在他家买了几条的裙子，如果是国外的小伙伴，就美国加拿大的，应该也可以在他们家官网买，舒适度很高，然后又很好看，看现在肚子超级大。下面是我最近在准备收拾的待产包，我打算在足月之前把它收拾出来，这样就随时可以发动，但我总感觉就冥冥之中啊，我总感觉我应该会 delay 一点。去威斯的路上，然后路过 Burnaby， 然后这个人现在他很饿，在丽晶打算买个煎饼果子再走。你说这还买什么？酱鸡骨。它里面加了火腿肠和土豆丝，就是纯属我们那种东北的煎饼果子，好吃吗？很不错。这个人又在吃酱脊骨。酒店了，这次住的是 Whistler 的 Fireman， 带大家 room tour 一下，好久都没有这个过程了。其实外面看着还挺老，觉得这里面酒店还行。这是一个厕所，双的洗手台，一个小小的淋浴间，然后浴缸。加拿大的酒店就是给我的都是这种感觉。哎，它这个还不错，是 Le Labo 的，然后一个大床房，小小的房间，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们这次出来就带了一个小小的包包，很精简，我都没有带旅行床单什么的，当天的护肤品，然后还带了一套长衣长裤，因为晚上要去看灯，然后带了个睡衣、内衣裤和充电器，就是这些东西。发现浴室里面只有一个 essential oil， 我觉得还挺酷的，就是你可以选择这里面的这个沐浴精油，然后它不同的是不同的效果，比如说我想选的就是这个 relax， 因为里面是含那个薰衣草、茶树精油和香草。后面是有教学的，应该是把它这样子塞进去，然后给它扭紧，然后就淋浴就可以了。我今天晚上就要感受一下我这个 relax oil 的 shower。 刚才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是
晚上8:12，外面还是亮天，然后我们还没有吃饭，先准备出去吃个饭，然后等黑天了就是去灯光秀，所以我换了一身衣服，就比较运动，长衣长裤，因为一会儿要上山，然后记得要穿舒服一点的鞋子。回酒店了，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勇气去在那里吃，因为超级多人，就人挤着人，我们就打包回来了。他们家这个 grill 特别好吃，然后他给你拿的这种就是纸杯装的。然后主食呢，我要的就是糙米饭。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吃一口就准备去看灯展，灯展是10:00开始，现在是9:20。我们上次吃这个是哪天？对，哪年 ？N 多年前。嗯。就很香很下饭那种。我觉得这周的那个威斯勒人超级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来度假的人就很多，餐厅都要排队的，小镇上都是那种人挤人的感觉。Attention all rangers, you have reached the outpost. Here's the spell we call under our hearts full of gold and of wood.大家可以看到我吗？我们走的这个 trail 我觉得运晚期不是很友好，确实灯光很好看，但是真的很累。我觉得马上足月的我感觉就走几个楼梯就非常的喘，就要歇一会儿。 Stardust Part first我这顶上应该有荧光剂，我不是做了指甲吗？你孕妇做荧光剂？我也不知道，好酷啊！我怎么没有？跟大家一起拆包裹了，这次收到了蕉下的一盒，因为最近温华天气超级炎热，而且这边太阳我觉得毒得很，有可能是因为瑞春没有高楼大厦的原因，就觉得就是体感温度特别高。然后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专门做过一期硬核防晒的那期视频嘛，推荐了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必备防晒用品，然后这次我又补货了一些，因为孕晚期的我需要出去遛弯，这么炎热的夏天加上这么晒，我真的不想变黑，所以说又补货了一些，跟大家一起拆个箱。对，再提一句，就是如果是国内的小伙伴，就是大家知道很好买到，天猫的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买。如果是国外的小伙伴呢，也不用担心，他们家现在开设了海外官网，所以说买起来也是非常方便。这次呢，我又入手了三样东西，跟大家看一下。首先是他家新出的新款的帽子，大家记得上期视频我不是推荐了两个，一个是发箍式的那种遮阳帽嘛，都是露顶的，另外一个是草帽。然后那个草帽说实话是我在淘宝可能是20-30块钱买的，我不太知道它真正的就是 UVA UVB 的这个防晒指数，有时候烈日下来我还不是很敢戴它，但是凹造型确实是非常好看。然后这次我发现了蕉下又出这个防晒草帽，它有咖啡色，有咖啡色，纯咖啡色配黑色，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灰色，我想说我都
有咖啡色，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哎，它不怕压呀，因为它来的时候刚刚是这样的，这样一给它折平就好了。然后它正常这边是有一个这样的帽檐儿，如果你不喜欢的也可以给它放下去，因为正好今天一会儿我可能去遛弯，顺便打打那个推杆和朋友，然后我就可以带上它。面部全方位防晒，又是露顶，不会压你的发型，而且也会凉快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 DIY 自己塑形的，如果看不见开车的话还可以这样给它就是弯上去，虽然这样有点难看。这是第一样防晒草帽，选的是全灰色的。然后第二件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是冰袖。我之前不是入手过那个白色的冰袖吗？那个就很适合出去散步啊什么的，但是我发现开车手部防晒真不能忽略，所以我这次购入了一个戴手套的，同样都是那种冰丝的，就是很有冰凉感，不用担心夏天明明想露肉出来然后穿上它会更热，不会，穿上它只会让你帮你更凉爽。然后一直到手臂这里，他们家这防滑条是非常人性化的，卡在这里又不会勒，又不是那种松紧带，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效果，全方位防晒，不用担心有任何一点点会被晒黑。然后它这个很好的一点是食指和大拇指这边是可以打开的，是有手指套。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手机对吧，玩手机这样比较方便。这个我一定会好好放在车里的，因为我最近的手真的黑的很多，大家看手掌内侧都是这种硅胶的小点点，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防滑的效果。我今天整个应该都是灰色系。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应该是一个防晒衣。我上次那款防晒衣不是斗篷形状嘛，可以配裙扎什么的，但由于最近中段有点肥胖，所以不太敢穿那么短款，这次又购入了长款，相差还蛮大的，因为是超长款。孕晚期的我肚子非常大，所以很少穿裤子，不是都很喜欢穿裙子吗？这件是这么长的，我想说直接搭在外面就好了，它也是有这个留拇指孔的，穿上去就是这个效果，同样也是那种冰丝的材质，非常薄非常舒适。要是正常女生穿，就里面不要穿这么肥大的话，也会一定的显腰身，而且它这个冰丝的垂坠感很好，会有一定的直角肩效果，底下就是裙子的感觉，走走路随风飘还会凉快一些。它这帽子同样也是就是戴这个大遮阳的，如果你拉到头还可以帮你遮住你的脸，遛弯神器吧算是，对吧？如果是夏天又得出去溜达呀，或者户外的话还比较合适。这次在蕉下就是购物这三样东西，我就是靠这些东西度过炎炎夏日的。